我是枫叶，今天给大家做个芒果沙拉，一颗 fresi salad， 两个猕猴桃，八个小西红柿，一个柠檬，一个芒果，20克腰果，20克煮好的虾仁，然后用到的料是橄榄油、胡椒粉、盐，还要加一些糖。好，我们开始制作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芒果和这个猕猴桃都削好了，然后我们把它都切成小块。芒果呢，这个整的地方呢，把它切成小块，它比较坚硬，这个可以直接放在沙拉里的。像这种不太完整的地方，边缘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把它用来做汁儿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边缘的芒果切下来，放在盒子里，然后做成汁呢，我打了一个柠檬，稍微来一点水，然后橄榄油，橄榄油当然要多倒一点，咸盐、胡椒，现在我们用它来把它搅碎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芒果沙拉汁就做好了，然后你自己尝一下，缺什么你再自己加减。好，现在我们把所有准备的食材都放进去，如果您喜欢还可以放一点小米椒，里头青绿红的小米椒，不爱吃辣的朋友省略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把拌好的汁浇进去，你可以吃的时候放在碗里头，自己的盘子里浇也可以，就这样。好，清香爽口、健康又简单的芒果沙拉就做好了。你可以当晚餐配一片面包吃，它也可以百搭各种煎炒烹炸的肉类食品。朋友，如果您喜欢，就请关注我，我是枫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Good appetit， 拜拜。